真爱到底是什么？哥哥说过，会对你好的。我有信心，刀魂会一样不会对你。这个呢，想起姥姥红绳，记住我们两个。如果再拿到心法，我就杀了你。我保证，尽快将心法和萧白一网打尽。真爱到底是什么？春花秋雨，何时了？